做的这个。再放点水，老公给我做的这个，哎呦，气死，my cheese is out， 行。咸牛肉 tortilla， corn beef tortilla。那要稍微老一点，还行。把手给烫到，我现在就用这个芦荟，我随时阳台上都。窗台上都养有芦荟，就把这个芦荟剥碎，还用这个汁来擦这个地方，一下就好了。刚才好疼哦，一下就好多了。这就是我刚才把这个掐断了，用这个，这个、不要浪费。随时都会养这么一小盆这个芦荟，然后我做饭烫伤什么的就可以直接用，非常方便，这个很实用。哎呦，好疼！哎呦，我今天是手指么疼的。Look at mom. See what's mom doing? Huh? What's mom doing? 煮了一个豆腐虾仁，然后这样一个汤。漂亮，好，养了三年了这个兰花，每年都会开，而且开很久。Good girl, good baby, up, up, good baby, yeah, look at you, good, good.非常好的历史。就是在那个 Poyolok 买的鸡肉，他们家的鸡肉也是很好吃，很爱吃他们家的鸡腿。我们特别是如果长途开车的话，这个一定是车上的零食首选。真的，这色彩好美啊！粉色、玫红、黄色，好像还有一点肉粉。Good morning, beautiful flowers. Thank you. You want one?哇，这个水也是开得好美啊，而且它这个果子非这个李子非常的甜，真的是很漂亮，他们家的花花好漂亮，这些颜色，对，黄色。Garden is still
今天又是吃火锅的时间，好的调料是豆腐干，然后这是土豆粉皮，然后我今天的主要蛋白质牛肉。慢着点，你看球，小 baby， you're so tiny girl。You cute girl. She baby. Feels good, huh? Feels good. Oh, what's that noise? What's that? 好久没有自拍了。我剪了头发以后好像没有自拍过。其实短发我还比较好吧，比较显得精神一些。现在我调整我的饮食，就是我的轻断食时间，我打算还是要吃晚餐，只是说吃早一点吧，就早餐就把它去掉，反正总共也是空腹16个小时嘛。这是我今天的第一餐，这个是我老公做的墨西哥肉卷，是非常低碳的，他是用了这个火鸡肉末，还有一些香肠，然后这个芦笋非常好吃。现在在看这个赘婿，挺喜欢这个郭麒麟的，还有宋轶。今天外面好多人，天气很好。Booties on. Oh, come on, yeah. Come on. 这今天这水好低哦，就是退潮了，应该是这样子。低的。美丽的旧金山湾。有人在烧烤。So what are you doing? 最喜欢看他这样子。看到。哈哈哈哈。So much fun. Yeah. Baby. Show. Choo-choo girl. Show. Show.Oh, it's not another dog. Cute dog. 就喜欢看他这样，他非常喜欢在草上面。You so monkey, what are you doing?
okay? Look at your face. 走了一圈，准备回家了。 Where is your kid? She is cousin. Show. Hi, so cute. What's your name? Shushu, your cousin. Hello. Good stuff. 牛肉，土豆加牛肉。 笑，喊一条街，sorry。今天我炒了一些这个，这是墨鱼还是鱿鱼啊？我也不知道。这个太难处理了，买了一磅，好难洗哦，以后不会再买了。这就是我的中午饭，我待会儿可能要吃一点点米饭。